我25，我们的肌肉没有处于一个放松的阶段。做这个健身教练有多久？我做了得4年多了吧。我以前学医的，我去医院实习了一年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觉得他可能确实不是很适合我。因为我是一个天生乐天的人。来吸气时再来屈膝盖向前拱背，让你的膝盖找鼻尖，在这里用到你腹肌的力量，对，呼气再往后撤。我们现在的收费是按照课时，每一个课时是1500左右，是45分钟到60分钟，是属于比较高课时费的。我们跟大众健身房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主要服务的群体在商务群体，还有全职太太，还有基于产后修复的一些妈妈们。稍微再往后一点，但是你的10个手指要用力的张开，要扩大它的受力面积嘛。对，很好。然后屁股收紧，我一天现在安排在3节左右。一天安排的3节。一天安排的3节，我的天哪，这一天4500，一个星期休息几天？1天到2天。那多少？3-4万左右吧。你会发现自己的腰围也有变瘦，是因为它，收进去一指大约在2-3公分左右。对，我们是按照运动规划来收费。我有给他们列出来很多规划，有列出来70节课、80节课左右的。我的客户都有买100节课的。15万。对。多久啊？100节课，如果你像针对于商务人士，他们不怎么有时间来，100节课大约就会上在8个月时间左右，折合一个月才。2万块钱左右啊，也不包括会员卡。我们家现在的年卡在26800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